来，所以呢，我看一下谁进来了啊 ？OK， 来，所以永夏也是下午好，来，所以尹阳快也是 Hi OK 信茶，来 Kevin 也是 Hello 表妹 OK 妹下午好，下午好，来谢谢你们啊，所以呢强哥也是呢两位下午好，来顺顺这么遮眼睛，来全部也 A 爱心美女哦 ，Hello， 来所以呢 Hello 古拉切，来大家下午好分享了，来谢谢你，来所以美珍也是 Hello， 来所以呢 John 也是3号，来永夏也是 Hello， 来。 我没有在，但是我看到你在，<笑>来谢谢你的分享啊 ，OK， 来所以呢，兄弟也是3号 ，Jackie 蛋，哇 ，Jackie 蛋你很久没有进来，表妹下午好，下午好，来所以 Jason 也是嗨 ，OK， 来还有我们的刘涵亮也是 Hello Hello， 哇，你们很棒嘞，果然不一样啊，你们，来所以呢，江湖贝也是表妹下午好 ，OK， 妹下午好，下午好，来孙孙也是 Hello， 请用，那不要呀呀呀，请用，请用。 我打你几万家嘞，哈，兄弟！哎，骗我们！这个时间你是1号啊，是吧？第一次进来的这个时间段，兄弟。来，所以兄弟也是3号 ，Alex 哥也是3号。来，非常谢谢你们的分享啊！所以呢，我看一看先。来，所以呢，Tony Tan 说，表妹、泰国妹中午好，表姐去哪里？表姐在前面。表姐在前面啊，在很忙着。来，所以呢，黑色衣服的美女，你换的衣服啊，早上护士穿。 你都记得嘞，我还以为你没有了发现我穿换了那笔小心的衣服。<笑>来，虎牙妹在哪里？虎牙妹今天有事情，所以拿机啊。对啊，所以你要看虎牙妹需要等的，要等待。OK， 明天就看到她了啊。OK， 来，所以呢，很多粉丝已经进来了啊。OK，来，所以萱萱 ，Hello， 来永山说表妹 ，OK 姐，下午好，下午好，真人比较美 ，Christine Bay 说，你说谁真人比较美 ？OK 姐是不是？ 来，所以Annie 也是说两位美女下午好啊，下午好 ，OK 来。来 ，Stephanie On 说戴口罩比较安全，对对对，等一下我们的口罩已经是 standby 了的，只是说我们因为等一下讲话的时候怕听不清楚啊，放心放心 ，OK 来。来，所以 Dale 也是下午好分享了啊 ，OK， 还有安东 ，Hello 安东，下午好哇，安东，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嘞，你最近怎样啊？有啦，安东有啦，少哦，他之前是没一天都看到几次，来，所以先给也是美女，来，所以青鸟也是哈，我呀呀呀 ，OK， 来，所以全部真人比较美，哇，你嘴巴好甜的，哟，下次你来到啊，要拍糖果。
不是，我们直接泡蜜糖了。刚刚来，所以 Tony， 但是我是新来 ，Tony 不要玩呢，你第一次进来 ，OK， 来 Kenny 又说你的指甲很长，你说随我吗？所以我指甲很长，你要知道啊，现在没有的剪指甲，我又不会剪哦。你不会剪指甲，表妹你几岁啊？不会剪指甲。我跟谁新来着 ？OK， 来所以给微信你说表妹午安午安啊，来所以呢人数已经380多位啦 ，OK 来。来，所以这边300多位粉丝，差不多接近1400位粉丝了啊 ，OK？ 人不人来这边，一个人给我一个爱心，好不好？一人按一个爱心上来给我们，好不好？一个爱心上来给我们的表妹。我们呢，争取到这个，哇，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不需要三个位数，但是它的东西啦，如果你真正在外面有看过、去走位过的话，又可以让你爽。又可以让你爽歪歪，那时候什么叫爽歪歪吗？爽爽吧，爽爽吧，下单你就可以爽了。对，OK， 来，所以呢，先给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热情在哪里啊 ？OK， 等一下我们就会直接揭晓。但是讲好好先啊，那这边300多位粉丝们，等一下呢，我镜头转去前面，你一定要给我一个5到1个8分钟，然后过后呢，我就会直接给你们清楚明白。这个东西有什么这么的爽，然后包括你今天不用靠人你都可以爽 OK， 然后过后呢你们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继续看好不好 OK， 来，所以呢还有我们的Vinny 也是说第一次进来，欢迎欢迎，真的那么爽，真的很爽哎，来上 Jackie 也是说两位美女中午好，中午好，来欢迎花期也是下午好啊，下午好 OK， 来看到表姐，对，你们偷偷看表姐，表姐不可以偷偷看的，要给钱，要看我的表姐。来，所以这个好事啊 ，OK， 来下午好，下午好 ，OK， 来，所以呢，分享次数是已经有多少？现在啊，帮你看一下。对，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分享次数先，好不好 ？OK， 所以呢，可以的话，一个人帮我公开分享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多，一次就可以了 ，OK。分享去你们的个人主页，因为最近呢知道有一些情况呢不可以分享去太多大群啊 ，OK， 所以呢你们分享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分享很多啊 ，OK， 来，哎呀，你们很坏蛋呢，这里多个人了，400多个人，分享次数才65个半了嘞，65个半了还不够嘞 ，OK， 还不够嘞，来大家帮帮忙 ，OK， 每一个人呢拿起你们的手机，按一按左下角那一个 share 啊 ，OK， 公开分享一次 ，OK， 一次不要躲啊，不用躲啊，你不要跟我分享40次啊，我不要啊 ，OK， 一次就好了，在你们的个人主页啊，有分享了的呢，你们打上一个多少号啊？3号 ，OK， 3号上来呀、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啊，现在已经400多个人了，对，一人公开分享一次就可以了，在你们的个人主页 啊 ，OK， 来，所以呢是什么？那等一下我就揭晓啊 ，OK， 下表妹就要剪，然后表姐偷偷想，表姐是啦，表姐偷偷笑了，我跟你们说，来，所以呢还有我们的 Vinny 也是3号啊 ，OK， 来，所以400多位粉丝了哈 ，OK， 所以呢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直接，如果是刚进来的粉丝，记得帮我先公开分享直播间，因为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们的公开分享，没有的话，等一下抢购不到优惠价，知不知道？然后今天来，我们呢，现在 OK 姐要转过去了，然后呢，我们数三声啊 ，OK， 3、2、1，这我还在这里呢。来，所以呢，我们直接转去前面啊 ，OK， 来，第一次进来的粉丝，欢迎你们。所以这里是 Online Kakimo 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网上直播购物平台。来，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这一个我们的 Facial Gun， 就是我们呢最够力的这个产品。今天如果是粉丝们，你们有看过或者有买过的粉丝，来先进来先，或者之前已经有买过了，但是不懂要怎样去操作的，先进来。今天表妹直接在这里讲解到 A 到 Z， 直接让你们知道。然后最重要，今天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来自马洛姑姑的这个粉丝干，今天如果是说你们有看过外面美容院，包括你今天上网都会有看过类似的，通常你知道卖多少钱吗？大家都要整千块，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绝对是平民价。因为为什么？今天你不要觉得它这个是平民价，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马洛姑姑的这个厂家是直接回馈给大家。然后最重要，今天这个呢，以前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讲这个叫按摩枪，
或者是叫这个是 massage 枪，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是直接 combine 了按摩再加医疗枪，因为今天它是直接针对我们的人的身体，或者今天你是每天手脚啊酸痛啊颈部啊，或者包括你今天分来经都好啊，有这些这样子的问题，你都可以直接按摩，包括怎样做一个医疗。来，我们现在呢会直接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OK， 我们的这个医疗枪，它是这样子整个医疗枪，然后过后呢，今天它是有四个头的，它是有四个头，就是说今天它这一个是根据每一个不一样的部位，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要按那个颈部的，或者今天你是要减肥的，包括你今天是直接要打到那种穴位，或者今天你是直接呢要打在那种肚腩的地方，我们直接等一下就会直接告诉你们好不好。今天它这个呢是直接来调档数的，记得它不是 battery， 它也是直接充电的，看到吗，它是有一个 rechargeable， 然后今天它这个呢就是开这个档数，它是有一个六个档，所以今天我们直接这样子按来操作，开到一个六档。但是今天我们呢会首先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就是我们的肚腩，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有那个肚子凝固的肚腩，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肚子的脂肪尤其是很难受的地方，通常大腿呀、啊、肚子啊，每次啊宾果啊中医人背走给啊，一定跟 OK 姐一样有背走头了，对哈哈、啊、那么你有背走头，你用这个打上那个脂肪先，明白吗？对，因为什么呢，通常今天你的顽固脂肪如果是说你是凝固了太久的话，它很难瘦下来，所以今天你直接把它打上了你的脂肪过后呢，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再去做运动，这样子的话它是加倍的快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直接开第一个档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吗？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它第一个档，它就可以直接看到你们的身体里面的脂肪，它是直接帮你们里面的脂肪打散它。但是如果是说严重性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开到一个六档，把它开到一个六档去。但是你可以看到吗？当它在开六档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脂肪嘛，非常的够力。所以今天这一个除了就是说按摩枪之外，它还有做这一个医疗。怎样说医疗呢 ？OK， 来，我们现在呢直接给大家知道一下。因为今天很多时候，如果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个现代病，就是什么？每一个人，包括这边390多位粉丝们，你们是不是同样的动作都是在看着我的直播，看着手机？但是今天你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什么？你的颈很累，每天酸痛，包括你今天对着电脑太多，每个肩膀这边都会很酸。然后你要怎样去按摩？包括你今天如果是说爸爸妈妈每次有腰骨酸痛的话，每次怎样自己去按摩？孩子做工了，然后呢，或者呢，今天爸爸妈妈都是住在呢 ，OK， 那些就是说住在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你就已经是在那个 KL 这边做工了的，怎样办呢？今天来都可以买来孝顺你的父母。所以现在我们会用世界第二个头，就是这一个 U 型的，看到吗？我们会直接用 U 型，因为刚才呢我们打肚呢，我们用这一个聊球形，然后现在我们直接用第二个头是 U 型的。来 ，U 型的呢它是怎样呢？很简单，今天如果是说你的这个颈的部位，我们直接把它开到一个一档，就是说你今天你不需要靠人，你都可以自己这样子的按摩，看到吗？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的 OK 姐，只是一按下去一轮罢了，你已经看到它这个旁边呢已经是有触到红红，看到吗？但是今天我跟你说，它这一个红不是痛的，因为如果是说以往我们看到那种按摩的那种按摩器，它是整片的，你一按下去开电，它是来 short 的，会走电的那一种。但是我跟你说，那个只是震到你的皮外。今天这一个医疗枪，它是直接这一个专家研究，它是直接针对你的每一个脊椎骨，包括你的每一个部位穴位，帮你直接打通它。包括今天中医都是用着的这一种量类似的东西，跟你们做这个医疗，的，明白吗？所以今天你可以看，无论呢颈部，包括你今天或者是肩膀，你都可以自己这样子的按摩，看不看到？所以呢，今天尤其是呢，你刚按着的过程，你会觉得，哎，为什么特别酸痛的地方了？因为今天这一个部位已经阻塞了，所以你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酸痛。但是你可以放心，它绝对不是说你按下去的感觉是痛到很够力，因为今天它
是直接打在你的那种穴位，给它直接快速的血液循环，给它直接捅。所以今天不要很像以前这样，如果今天你去给人家按摩一次多少钱，整百块，但是整百块未必按到你的这种穴位，然后包括只是按到一个表面，今天这个直接可以按到你要的部位酸痛，包括给它血液循环来。所以呢，这边300多位粉丝们，你们有没有粉丝想知道今天的优惠的价格？如果有的话，直接刷上来一个八号，给我知道有多少个粉丝想抢购今天的优惠价。所以今天它这个我们是直接给你们四个头的，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教学，包括等一下呢，我们也会直接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是要按那种穴位的，或者今天你们有看过之前呢，有那些中医他们是直接呢用这一个拿来呢直接做物理治疗，或者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它这一个呢是直接打在我们的这种，就是说那种经脉，它会直接给它通。因为今天它是直接一打的时候，给你那种呢很紧致的那种肌肉呢，会直接松弛，然后你的血液就容易循环，明白吗 ？OK， 来，所以我看一看很多评论有打上来了啊 ，OK， 来，所以呢大家好啊 ，OK， 也谢谢你们的分享啊 ，OK， 所以 Kelly 说对，马洛姑姑，对我们这个是马洛姑姑啊，我看到免费按摩，对呀、啊，你要免费按摩吗 ？OK， 云霄，所以今天它这一个呢，如果你们之前有去外面或者那种美容院看过的话，都要卖到一个 OK 600块、800块一台的。今天它这一个我们马肉姑姑厂家是直接呢打一个广告，然后今天给你们优惠的价格，明白吗？公开分享就有优惠价了啊！对，所以今天也不需要你们说今天它这个价格要去到一个800多、900多，今天原价199块。但是如果是说你们如果还在外面有看过有舍微过，他们外面卖到都要一个99块一台，99块一台。就算他们有 offer 一台都要99块。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你一定要买到有一个品牌，因为今天这个马肉姑姑厂家是有一个品牌了的，你们可以放心，不用说今天连你买到外面那种没有牌子的，没有两下电板坏掉，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反而很 big check， 明白吗 ？OK， 所以今天这个一台只需要一个要的粉丝之间呢带走。69块，直接可以带走一台，明白吗 ？OK， 69块直接带走一套啊，里面四个配件跟一个充电器，全部都有包含在里面的。对，然后。OK， 然后包括今天记得哈 ，OK， 它这一个呢，如果是说，如果粉丝们，你们西马的粉丝们，今天你买一套、两套、三套，西马的邮费只需要给一个10块钱，一次性对，一次性10块呀、啊。今天如果是说有比较有 budget 的，你都可以直接买一台给你的老婆、妈妈、爸爸、孝顺父母，因为有时说今天很像要过新年了，然后很多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回去的话，这样子你都可以买一台送给你的父母当孝顺。因为今天他腰骨酸痛的时候，谁去跟他按摩？他可以自己用这一个按摩枪，然后把自己的那种酸痛的部位自己按。然后最重要，他每一个部位呢都可以按到呢他的这个麻色，包括可以跟他呢打通这个经脉，明白吗 ？OK， 所以呢，来我再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评论一下哈 ，OK。我热了，整个头发在流汗。来，学员袋也是八号啊 ，OK。来，所以呢，不好意思，我爸爸早上看到的喷水机，我汇款了才看到备注需要名字。啊、哦，没有关系的，你有拍 bank slip 给我们就可以聊。对对对，你可以直接呢拍那个 bank slip 就可以了啊 ，OK。然后呢，今天我们还给你们一个6个月的保价，还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这优惠还有半年保价嘞。对，因为通常如果是说你们今天最怕是什么？你买到如果是说今天按的东西，就是有电的东西，你最担心就是什么呢？你买了回去，等一下你说，哎呀，用两下。或者有什么问题你要找谁，所以今天你绝对可以放心。所以我们刚才有说买东西一定要看好它的品牌，然后最重要今天虽然是69块，你不要觉得哎呦69块是不是很便宜所以不好，不是啊，因为今天这一个价格就是说只要你有公开式分享，我们这个厂家是直接给到你们这个优惠的价格。
直接是回馈给你们的，明白吗 ？OK。然后呢，雪莉说好的 ，OK， 来谢谢你啊。然后呢，我们的 Token 兄说加一 ，OK， 来，所有 Token 兄，如果你是要一台的话，你直接打 A 六十九加一就可以了。对，各位朋友们啊，你们不要只是讲你要一台要加一啊，如果你是要下单要一台的话，你直接打上来 A 六十九加你们要多少台？因为很多粉丝呢，他们过来面交，他直播订了一台不够，他来面交问我可以给我三台吗 ？Sorry 啊，你们一定要在直播上预留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们来到这里呢，我们的货物不够给你们。对 ，OK， 来，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呢是会有三个颜色的，我们是有三个颜色的，然后呢，它安装方面非常的容易，然后现在呢，我们直接呢用另外一个呢 ，OK， 头扁形的头呢，我们直接安装给大家看。今天这个扁形的头它可以打在哪里呢？就是打在那种穴位呀、啊，包括你今天，尤其是肚腩。或者今天你的那个手臂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个扁头型的扁形头的。所以这一个呢，比如说你今天你的肚腩很勾力的，然后过后或者肚子很多风的话，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个扁形头，然后直接打在按摩在你的肚子。OK， 比如说今天哎肚子很多风，然后今天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很像我们的 OK 姐这样。真的嘞，我之前呢我肚子很。多风了嘞！我按了我这个位置啊，比如我做妈妈一直那个气出来呀。所以如果你们的肚子是比较多风的女生们啊，你们也是可以这样去做，不管男生女生啊，肚子有风都是可以这样做。对 ，OK， 来，所以请问是马来西亚插头吗？对，我们给你的都是三角插来的，看到吗？所以呢，运费是多少？西马的话10块钱的邮费 ，OK， 西马的话，无论你买一台、两台、三台，都是10块钱的邮费的，明白吗 ？OK， 所以你看到吗？只是这样子打一打在你的肚腩，然后如果是说今天你的肚子比较多风的，那要怎样办呢？来，今天可以往上面这个位置慢慢的推下来，你可以放。一点精油或者反正放一些油下去，然后你慢慢的这样子推，然后最重要记得，因为今天如果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们每次有习惯性要给人家按摩的，每次很 big check 是什么？你去给人家按摩一次多少钱？80块，45分钟80块，然后按不到你要的穴位，包括你今天按的过程中，你很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给了钱很像多余这样，所以今天你打不如拿那一个钱直接买一台自己按。你哪一个部位酸痛，你自己知道。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帮自己按，明不明白 ？OK。用 MCO 啦，自己在家给自己爽歪歪没有问题。对的。有这支按摩枪啦。你可以自己这样子按，看不看到？然后包括今天它的档呢，还可以自己调，因为有一些人就说，好像以往你买一个按摩器，你会担心，哎呦，按摩只是可以按摩，但是它没有的调档数。今天它这个就是说，你今天第一次按那个肚子的部位，你可以慢慢去调那个，它是有。六个档来给你们调节的，明白吗 ？OK，Stephanie、okay? Ong 说可以选颜色吗 ？Stephanie Ong， 我们呢这个颜色是随机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呢 ，OK， 尽量就是说，如果是说你们买两个的话，这样子我们就给你两个不一样的颜色，因为我们是随机的哈 ，OK。然后呢，我们的 Page Lim 也是 A 六十九加一 ，OK。然后 Stanley 要说多重，基本上它这一个呢是小编你给我打上来一下，它是有多重啊 ？OK。断线了啊。是不是啊？对，它是那边现在 WiFi 好像有问题。对 ，OK， 所以呢，它这一个呢，如果是说你看到我们的 OK 姐是单手都可以拿的，单手都可以拿的。这个、啦 ，OK， 这个不严重啊，少过一个 KG 来。少喂一个 KG OK， 然后东马的邮费呢？东马的邮费我们是20块一套，那个邮费，东马的邮费是20块一套啊 ，OK。然后明明也是 A 六十九加一啊 ，OK。然后 Stephanie O 也是 A 六十九加一，所以今天你看到吗？只是这么简单，你直接转一个圈。然后呢，如果是说今天很多粉丝会说，哎，今天如果买了这个按摩枪，你觉得这一场直播你不知道要按哪一个穴位，包括你今天你觉得这个到底是按什么的？第一，我们会有给你一个说明书。第二，今天我们呢都有拍这一个呢教学的视频，是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这边的，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去我们的这个 Online Gagimo 这个 YouTube 这边，然后你直接看这一个按摩器，我们是直接有教学，就是 A 到 Z 教学，按哪一个部位，明白吗？然后呢，哪一个头，然后按哪一个部位都有教学的，明不明白 ？OK。然后呢，我们的Soho Choice 也是 A 六十九加一啊，用时不用插插头，不用，因为今天。
如果是说你一收到货的话，你直接充一个五个小时，充一个五个小时，看到吗？然后五个小时过后呢，你拔出来，就是说今天你开一个档的话，它是直接可以到一个45分钟。然后如果你开到一个六个档，它可以差不多一个15分钟，明白吗？然后第二次你充电只需要充一个3个小时，充一个3个小时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是直接在用了这个扁头型的，你还可以直接打在你的手臂这个位，那比如今天很多女孩子，不要讲女孩子的，男孩子也是会有的，男孩子也是有的，对，尤其是你的手每次有白白肉的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最担心是怎样哦去减肥。然后你包括你去减的时候，有时尤其是手部分啊，大腿的部分是减不到的，所以今天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个医疗枪，它也可以直接帮你打上这一个手部的这个脂肪，看到吗？哇，你打的时候不要动一下，看到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 OK 姐啦这样收了他的这一个手的部位，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手吗？看到吗？还是在震动 ，OK， 还是会在震动。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它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它会有这个脂肪，然后包括呢，今天它也是呢，就会说达到会有这个波浪纹的，看不看到？所以今天每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手也好，脚也好，它都会看到有这个波浪型的，看不看到？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以前很多说，哎，拜拜肉啊很难看啊，要讲减。今天你可以往这一个前面，对，开始推着上。上去，看到吗？往前面再推着上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如果是说今天你是要按在这一些大腿啊，或者今天有一些 muscle 的地方啊，包括男性，今天如果是说你们今天做了那个gym的，做了运动的那个小腿或者是那个大腿每次呢疼痛了那个 muscle， 要怎样办呢？今天你也是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球形的这个球形的这一个，你可以直接打在那种呢你的那种做好运动的 muscle， OK， 因为为什么它是直接不会痛的那种感觉的，它是直接跟你一打下去给你的 muscle 直接松，就是说今天它是给你的那种呢肌肉呢直接松了，然后过后呢你就不会再紧紧绷绷这样的样子。对， OK， 你每一次运动完了，我们的 muscle 肯定会紧绷了嘛。对，所以如果你muscle 紧绷，肌肉紧绷的时候呢，你用我们这一个按摩枪去给它按摩，它就会放松了，你不会 feel 到你的脚啊 muscle 会很痛。对，看到吗？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 OK 姐，你要往下推上去啊，没有的话就调转了，看到吗？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你往下推着上，所以今天你自己都可以在家里按摩，包括今天老人家每次有遇到的状况，没就比如我们的父母，他通常有什么问题，就是脚酸痛，对，手酸痛，包括你今天每天按手机哪一个部位最痛的呢？就是我们的手咯，旁边这个位置咯，对不对呀？所以今天你记得这一个医疗枪，它不是那种按摩器到会呢伤到你里面的内脏，它只是呢直接跟你呢打散它那一种呢 ，OK， 就是说给你的那种脂肪，或者今天是给你那种经脉直接通，因为有时今天你的那一个呢经脉不通阻塞了，这样子它就会导致到很多病痛。第二，今天它阻塞了过后，你的手这一个位置呢，就是每次会有酸痛啊，有这种这样子的情况，因为今天不通了过后就会很多问题的 ，OK， 然后呢？肩膀痛是用哪一个呢 ？OK， 来 Anna， 肩膀痛的话，你可以直接用U型，可以直接用U型，因为今天这个U型它是直接设计到你的肩膀刚刚好哪一个位置和颈部的，所以今天这些这样子它是直接刚刚好设计这个位置。比如今天你是每次有看手机、看电脑很累，然后包括你肩膀这些疼痛，它刚刚好在这一个位置，看到吗？直接这样子拿着过而已，看到吗？今天如果是说你们的小孩子已经差不多一个12岁以上了的，现在每一个小孩子都要上网课，然后一上就是上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对不对？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以往有的去学校上课，但是现在是没有的。然后孩子的那个颈会很累、很酸、很不舒服，这样怎样的样子呢？你都可以直接买一台，直接给你的孩子，给他自己也可以这样子按。
包括你今天老公每次很累做工回来然后叫老婆按摩的，老婆讲 OK 了，没有办法，你也是要按，但是手又没有力，按的时候老公讲大力一点啊，你没有吃饭的咩，用力一点。但是今天我跟你说，每个人都是会累的，因为那个手有时如果是男性的这个肩膀很多肉，你要怎样去按，女孩子的手根本都是按不到的。但是今天你用了这个医疗枪，它是直接可以直接呢，还比我们的人手更加舒服。因为为什么？它是直接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脂肪，或者是你的肩膀这些酸痛的部位，直接给它通，明白吗？可以直接给它通，看不看到 ？OK？ 你的肩膀啊，每次很压力很紧绷哦，你们用这个按摩枪去打哦，你整个肩膀的位置你会 feel 到一个字形容。OK， 来，所以 Anna 有收到吗？如果有的话，打一个有啊，好不好？来，所以呢，鱼妹也是 A69+1， 可以没有问题啊。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粉丝们，因为我看到很多粉丝有下单，但是你们名字上面没有一个 share， 所以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好不好 ？OK， 来，所以青夏也是说分享，谢谢你青夏，还有混辣也是分享了，下午好 ，OK。然后我们的 Angel Elisa 也是 A+2 啊 ，OK。来，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嗯 ，Elisa，OK。需要在你的个人主页公开分享一次，然后这样子呢，你名字上面就会有出现一个 share 了的。这样子的话，你再进回来打一个3号，你就会看到你名字出现一个 share， 明不明白 ？OK。然后充了电可以用多久？来，Wiling time 的对吗 ？OK。今天你充了电过后，记得很简单而已，非常简单。你直接把这一个它的这个插头，然后呢放下去，然后过后呢，你充电第一次你收到货的时候5个小时，充了5个小时过后，第一个档它可以用45分钟，然后如果是说你是开到一个6档的话，它是用一个15分钟，用一个15分钟，明白吗 ？OK， 然后过后你每一次充电只需要充一个3个小时，充一个3个小时啊，因为今天你记得你按摩的过程。每一个穴位每一个地方你只需要盯着它一个 OK 10秒到一个15秒，其实都已经很够了的，它已经足够可以帮你打散你那种了 OK 那种血液啦不循环的地方或者是阻塞的地方的，明不明白 OK。 然后呢，我们的 Jessica 也是要 A+2 啊，人店也是要 A+1，认买了两个，真的，已经买了两个，真的很好用。来，谢谢你 ，Annie， 来，非常你，谢谢你的好评啊 ，OK。然后我们的 Anna 不要去说，多少钱 ，OK。来，所以呢是刚进来的粉丝对吗？等一下先，下单了一个，如果用到好，以后可以继续买这个价格吗 ？Stephanie， 哦，这个我们不需要，因为为什么呢？基本上啊，现在在外面呢、啊，很多产品呢、啊、都是起价了的，但是我们呢还是给回你们的这个优惠的价格，但是吃一点过后未必有这一个价格，也未必还有货，明白吗？所以呢，你或者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一次过买，因为今天如果是说你是西马的粉丝们，你买第一就是说你觉得哎这一台很好用，然后买或者买给你的妈。你觉得哇很好用很舒服，然后下一次你又要再买的时候，或者没有货，或者今天你要给多一次的邮费，就是你要给多一次10块钱的邮费。所以如果今天你直接下单一台两台或者是3台的话，都是只是给一次性的10块钱的邮费，好不好 ？OK， 来，所以呢，那不要说刚才问我多少钱对吗 ？OK， 来，如果是有刚进来的粉丝啊 ，OK， 给我知道一下，如果想知道价格，来直接全部刷一个8号上来，给我知道有多少个粉丝想再知道价格的，我再一次过再报价，好不好？来，所以呢，我们的球迷 A 也是打一个3号来，谢谢你的分享啊。然后我们现在呢，直接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头啊，就是这个子弹型。今天这一个子弹型的呢，它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在我们那些手板和脚板的部位，因为今天手板的部位呢，就是比如说那种偏头痛。或者今天我们的那种脚板的那种穴位啊，你都可以用这个子弹型。但是这个子弹型你记得不是这样子来按那种肩膀，就是说你是专按那种穴位的地方，专按那种穴位的地方，明白吗？看到我的手吧。对，你看到吗？所以呢 ，OK 姐一按下去的时候，她的整个手是在那边整个抖。不是我自己动的嘞。整个手是在那边抖住的，所以今天你可以直接按手的穴位，尤其是很像今天你看手机太累，每一个位置就是在这些，你直接这样子按一个轻轻的，看到吗？轻轻的按啊。对，按一个一打。那它就会直接打通这一个这边的部分的经脉，因为今天当你的手每天这样子的话，你的血是不会流的，是直接阻塞，对，直接是停留在那边1个小时。
半个小时这样的样子，每天长期累积。所以你今天直接这样子打哈一下子，然后过后一个五分钟或者一个两分钟过后，他直接帮他打散了，打通他的经脉过后，给他血液循环。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每次你的这一个呢手的部分就每天有酸痹啊、麻痛啊，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很多老人家都会有手麻痹的这个问题。对，真的很多啊。OK， 来说有啊，来说我们的 Boss Call 也是 A69+E 啊。OK，Battery and Warren， 哎。Battery and warranty， 这个不是 battery 的，我们的这个是 rechargeable。然后过后呢，这个呢，我们还给你们一个六个月的保价，还给你们一个六个月的保价，所以你们绝对可以放心啊。OK， 来，所以我们呢，看到有粉丝还在问我价格了啊。来，所以今天如果是粉丝，你们之前有去外面看过，有 survey 过，包括之前那种美容院都是在卖这的。今天如果你是有去看过中医的，用那个很像这样子的，一模一样这样子的枪。然后他是用这一个这样子的平的头，是直接跟你们打在你们那种经脉 muscle 的地方，是为什么呢？今天他也是属于医疗枪，所以今天这个不是只是说做一个按摩而已，他还有帮助医疗，所以今天这个他直接可以说是医疗枪。今天他这个如果你们在外面看过，都要一个800多-900块，但是今天原价我们这个马肉姑姑厂家给的优惠价是今天69块。69块，今天直接带走一整套，还有给你们带走一整套，还有给你们整个四个头的，所以就是说根据哪一个部位，你直接根据这个头来换就可以了，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还是给你们 rechargeable 充电的也是有给你们啊，这样子一套只是需要69块，明白吗？对对，所以要下单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直接打上来，直接打上来，要一套你直接打 A69+1， 要两套你直接打 A69+2。今天我们呢？今天如果是说西马的粉丝，你买一套、两套、三套的话，只是给一次性的10块钱的邮费。如果你只是要一套的话，也是一个10块钱的邮费。然后你可以就是说，你今天可以买给你的爸爸，买给你的妈妈，然后孝顺父母的话，你都可以直接买一个两台回去 ，OK？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只是给一次性的邮费。之前我们有粉丝直接跟我们讲，来到这边店面，直接来到这边面交，他直接说，哎呦。看到这样子很美，他买了一台，但是回到去他讲，我又要再买多一台，他还是要邮寄的，因为为什么？今天如果你一次性带走的话，这样子的话邮费会比较划算啊 ，OK？ 然后呢，来我们的空冤袋是3号啊，谢谢你的公开分享啊 ，OK？ 然后还有用时头会掉嘛，不会吹细，因为今天他这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头这边呢，他是直接整个安装下去了的，只需要推下去，看到吗？这样子安下去罢了，给它挡进去就可以了，它是不会掉了。你看我这样子。除非你拔出来了，对 ，OK， 它因为还有一个卡位在里面了的，所以你不会按像那个头突然间跌下来的，明白吗？很安全的，放心，非常的安全的啊。所以今天这个你们可以放心，我们还给你们一个六个月的保价。如果你们之前有去外面守卫过，有看过外面的都要卖到一个99块，对，99块还在加你们邮费，你今天直接可以在这里带走两台了。直接可以带走两台了，明白吗 ？OK。然后呢，我们的 Annabelle 说9号，哎，不是9号，来，所以呢 ，Winnie 也是要 A+E 啊，可以啊，是自动设定时间，没有的设定时间啊 ，Stephanie。其实这一个按摩枪的话，它是没有自动设定时间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哦，你酸痛的那个位置不一样嘛。对。就是你可能按了这一个部位，你10秒就好了，有一些人要15秒，所以是看你个人，你觉得这里已经好了，你就去换另外一个部位咯，明白吗？不用设定时间的。你好了，你就给它关掉罢了，明白吗？对了，就是这么简单啊 ，OK。然后如果是说今天你要关的时候，就很像我们这边啊，它是有六个档的，给你们看，它这边是调一个档，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档的话，这样子呢，有一些人呢就说他已经习惯性是给人家按摩的，他们按摩的力度是已经是比较够力的那一种 ，OK， 尤其是男性们呐、啊，所以今天你都可以开到一个六档，都可以开到一个六档，然后如果是说你要关的话，你直接按这99这样子。看到吗？它就已经是关掉了的，看不看到？所以今天它这个还可以按在我们哪一个部位？就是我们的脚板，我们的脚板，因为今天我们脚板的穴位真的是很多的 ，OK， 我们脚板的穴位真的是很多的。今天你的脚麻啊麻。
麻麻那个小腿麻痛啊，或者是说每次整个膝盖疼痛啊，你都是按在这一个脚板的部位。因为脚板这一个部位呢，它可以通往我们整个身体里面每一个部分，所以包括为什么我们会要去做这个脚底按摩。然后有时候你今天真的很不舒服，脚突然间很酸痛这样子的情况，要怎样办呢？今天你坐住的时候都可以自己按，包括自己父母们呢，老人家都可以自己按。因为有时老人家他不会自己买一台的，因为他在想着，哎呦，我不舍得啊，要用孩子的钱。老人家不舍得花这笔钱。对，但是今天我们做已经是做人家儿女了的，今天你会每次看到妈妈脚每天很酸痛的，或者缝那种青筋的，你要注意。因为为什么通常呢，尤其是老人家他是站太多走太多，他们的脚那种青筋就会浮上来，他的脚那种青筋就会浮上来。为什么呢？因为他长期他的那种麻烧，然后包括呢就是说他已经是很紧绷了，累积了的，就是说他已经是那种呢，他的那一种经脉是不同的。所以今天你都可以直接用那一个球形的，然后直接把它这种推上去，每一天这样子推一个5分钟，他就会自接呢 ，OK， 给他那个呢，血液循环，给他那个，就是说他那种青筋，他会慢慢的消的，明白吗 ？OK， 然后呢，我们的等一下我再看一看啊 ，Yling Time 是 L69+1可以啊。然后 Kim Amuli 说西马包邮吗？没有啊，因为这个呢，其实是说，如果你们看到外面啊，他们通常啦。都是卖到一个90多块给你们，或者一个100多块给你们，他包买这个邮费。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给你们一个优惠的价格，邮费呢不是我们赚的，也不是厂家赚，是给邮差叔叔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呢是直接已经是优惠的价格了，所以邮费呢我们是没有再包括了的、啊。对，然后69这个邮费我们是只是收10块钱而已、啊。对，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你买3台、2台的话，以内都是给一次性的10块钱邮费。如果你买多少套都是10块钱而已，明白吗？Okay, 然后我们的Annabelle 说69块对吗？对，如果你是要一台，你直接打 A69+1就可以了。然后 Catherine 说 cost previously I bought also rechargeable but the rechargeable battery no warranty。哦，你就是说它的那一个 rechargeable 的那一个电池没有 warranty， 因为今天啊。你是讲这个嘛，还是讲这你、这个、充电器还是这一个里面、啊、因为今天我们通常我们保家是这一台机，对，它基本上它不是 battery 来的，它是好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啦，它是锂电池来的。所以呢，锂电池的话哦，如果它里面坏了的话，我们这里是有保家半年，明白吗 ？OK， 那么今天呢，这个充电器只要哦，你这一台按摩枪没有电了，你就用这个充电器给它 charge 电就 OK 了，就这样简单，好像我们的电话这样。对，跟我们电话是基本上一样，不是很像以前啊，你要放 battery 啊，要放什么啊，会担心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个你绝对可以放心，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了嘛，不像在以前这样子。以前你买那种按摩的，你还会担心这往来震下去，好像一块这样子震下去的那种。所以真的不要开玩笑。今天这一个呢，它第一可以直接呢，已经是说针对性我们的那种啦，我们的经脉呀、啊，包括我们的那一种啦，肌肉酸痛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Kim 也是要 A+E 啊 ，OK， 然后 Stephanie 也是说明白了，来刚进来，请问价钱是啊 ，OK， 刚刚已经报价哈 ，OK， 然后刚进来多少钱 ，OK， 就是说应该是有蛮多是刚进来的，对吗？来，所以呢，我现在再讲多一次啊，今天这个呢，我们的这个原价的话199块，今天在直播下单有公开是分享的话，只需要一台69块，直接可以带走。然后过后呢，今天我们是有三个颜色给你们，但是我们是随机发的，就是说今天你要一台，你直接打 A+A69+1。然后如果是说今天你要两台，你直接打 A69+2。然后今天我们还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然后如果是西马的邮费，我们是一台、两台、三台的话，都是给一次性10块钱的邮费。东马的邮费呢，就是一个20块的邮费的，明白吗 ？OK， 来，所以我再看一看呢、啊、，PMP 没有 PM 啊，所以如果是说你们要的话，可以直接打上来呀、啊。我们的Tom King Hong OK， 要一架打什么？天宝宝要一架，你直接打 A69+1就可以了。对，要一套你就直接打 A69+1，要两个就 A69+2，哇，舒服哦，跟你们讲。我每一天呢，有了这件按摩枪，就是在家这样按摩。我跟你讲 ，OK 嘛，哼，用到这个按摩
枪不会停啊。OK， 来，所以我们的Timothy Liu 也是要 A 加E 啊，可以，还有我们的炫子炫也是要 A 加E， 可以 ，OK。来，先我看一看，记得要公开式分享，因为我看到蛮多粉丝们没有公开式分享哦，因为你们的名字上面没有 share 的话，就是没有公开分享，这样子你就拿不到这个优惠的价格的，明白吗 ？OK。所以你可以看今天这个球星的话，你就是打在那种呢比较就是说大腿的地方啊，小腿的地方都是可以的，尤其是说今天很多。之后我们有那种蜂窝组织，通常呢女性是比较多的，很多嘞。对，尤其是大腿，因为今天蜂窝组织不是只是女孩子那种，就是说很肥才会有的。有时说今天你瘦都是会有，因为之前累积出来，包括你今天吃很多那种啊有油的东西啊，煎炸的东西啊，然后过后呢，你做也是有的。原来你也有，我以为虎牙妹才有而已。蜂窝组织，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要讲确认哦，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蜂窝组织很简单，你去进一进你的这个大腿的肉、啊，看到吗？它就会有看到很像一个洞、啊、一个洞这样子的，它好像那个蜜蜂窝这样子啊，一个洞一个洞，这个就是蜂窝组织。蜂窝组织 ，OK， 所以这种呢，其实它是很顽固的脂肪来的，你普通你运动啊是很难消掉，所以你们就可以用我们那个扁形的头，对，然后直接打在这一个地方。那等一下你看它打的过程，因为之前我们有粉丝直接问我们，诶，为什么我打的时候就不像你们这样子在镜头呢会比较明显那一个波浪。第一，你要在同一个部位的时候慢慢轻轻的打。第二，今天不是每个人的脚呢，包括你的这个脚啊或者手的脂肪呢，它是比较多呢蜂窝组织或者是那种呢脂肪啊比较顽固的，明白吗？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说，哎，今天我脚很肥，我的腿很肥，但是我就没有这一个震动这么明显。因为第一，为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脂肪不是凝固的那一种，比较松弛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有不一样的，明白吗？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看不看到？哇，你停着那边，很孤立耶，很孤立啊！我、哦，那你不要看我小小只啊，我跟你们讲，我这个泰国妹的蜂窝组织，看到吗？所以今天他就是说，无论是瘦的人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明白吗？瘦的人也是会有的啊 ，OK？、嗯、然后说，浩明说，请问充电一次大概可以使用多久？来，刚才已经讲了啊，来，所以 Masti 也是 A69 加 E 啊 ，OK， 还有我们的动马油费多少？刚刚已经讲了，小芳也是 A69 加 E， 试一下脚底按摩，廖董，刚才也是做了脚底按摩的话，你就要用这个剪，不，马上是要用子弹的，子弹的 ，OK， 就要用子弹的。比如说你今天你是脚底按摩的话，很简单，你直接按在你的脚趾，然后呢，你的脚板。那种穴位，如果是说你今天想清楚了解更多的穴位，很简单罢了。现在科技发达的，你直接开那个手机，你去 Google search 穴位的那种地方，然后它直接会有一个图给你的啊，那种图你直接跟着它的图打着那种位置就可以了啊。所以今天它是直接可以根据那种穴位，然后直接打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好过你去给人手按，第一人手按未必按到这个位置，第二。今天有时那种力度是按不到的，明白吗 ？OK， 来，所以呢，还有我们的迪兰脸是 A69加，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啊，因为真的很多粉丝，你们名字上面没有写的嘞，不要这样哎。回家没有分享啊，记得公开分享直播啊，各位朋友。对，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啊。然后呢，今天这一个除了这几个头，我刚才已经介绍完了的，但是这边有没有120多位粉丝们？女性们 ，OK， 那不要带着一个色色的眼光啊 ，OK， 来，所以呢，尤其是男性们啊，你们不要带着色色的眼光先，因为今天我们呢这一个我刚才有讲了，不是只是按摩，今天这一个它还可以呢，直接尤其是女孩子，今天是做人家的女儿的，或者今天你有老婆的，来，今天你可以看进来先，因为这一个尤其是说我们女性哦，每次有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女孩子会遇到什么呢？乳癌，乳癌在女生会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真的。OK， 你们如果身边啊有很多女生朋友啊，男生啦，我在讲真，你们就会发现，其实女生啊患上乳癌的这一个几率是很高的，这个风险真的是很高，而且是说在全世界啦，乳癌是
蛮焦虑的那一种。然后包括你今天如果是说你要打通那些，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比如你今天尤其是女生，你去说给医生检查的时候呢，他都会直接给你检查乳房有没有硬块啊，你会有担心这样子的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以前很像如果是说你去学校，老师也没有可能教你讲按摩，但是你穿内衣，尤其是我们女性呢，就穿内在美的时候，第一每次穿着时间长了，然后导致她血液不通，然后而且她就会有生那一个硬块，然后就会导致累积久了它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乳癌，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个呢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呢就是按摩，然后包括它还有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我们每次穿那种吊带衣服啊，有什么副乳，放你的手臂下来是不是这边夹着一块肉呢，啊，那个叫副乳。 OK， 所以呢通常啦很多啦瘦瘦的女孩子都会有的，但是呢就是说你会觉得，诶，为什么特别难看的它那一个，因为第一你穿的那一个内在美你是没有平时去推到它，所以它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呢是直接呢往用这个平头，然后往我们的手臂这一个位置慢慢的推，然后呢推出了个副乳那边，看到吗？那个副乳这样子往它推过去。然后如果是说今天你要做这个呢我们的这个胸部的按摩，你就要往这样子一个圈， OK， 然后这样子一个圈顺着这样子一个圈。如果家里有那一个按摩精油的话，对，胸精油啊也是可以的，真的 OK。因为这一个你一旦你这里的血液啊那种淋巴腺通掉了哦，你会有达到丰胸的效果，当然不是一下子平胸变C cup啦，对，它是慢慢的去改善，明白吗？ OK， 来，所以修清现在说动马油费多少，动马的油费就是20块的油费，一台就是加一个20块的油费，算起来也是非常值，因为动马我们是用这个快油坐飞机运过去的，所以基本上你有去守卫你去看一下这一台哦，之前在日本台湾这一个这样子的是多少钱，过千，没有骗你，也没有说跟你说做讲笑，因为敢敢你们有去看过了去守卫你们都可以知道的。而且如果是说你不要跟我讲拿那种啊便宜的那种啊， OK， 我跟你讲，第一没有品牌没有牌子，有坏的有什么问题要怎样办，对不对？ OK， 来，所以呢林利佑也是说分享了，来谢谢你啊。 Amanda 说呢请问杜南用什么头，杜南的话呢我们呢我们没有，杜南的话我们可以用球形，球形也可以，对，我们可以用球形，因为球形就是说杜南比较够力的或者啤酒肚的话，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球形的，可以直接用球形的，然后你每一天呢就是打一个这样子转一个圆圈，对，包括你今天是每次啊 OK， 就是说有便秘的人啊也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每次这样子推它，明白吗？所以今天你只需要开一个档或者两个档这样子，你每天这样子转一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都通常都是打肚腩的，因为通常肚腩哦，我跟你讲哦，我们吃的东西喝了那种冰水啊，它是累积在你的肚子那边的。你在讲这个当中我的气又跑出来了然后过后呢通常呢它凝固了，今天你会觉得比较难受，很难去瘦的，包括你今天运动多每天运动一个月，但是你会看到它会特别的是说瘦那一点点罢了。但是今天如果是说你是直接要更快看到效果的话，你直接 OK 用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医疗枪，然后每一天打的时候然后你再去做运动，它会直接看到那一个效果更加的快，会更加的快啊，明白吗？ OK， 然后呢廖总说它的震动很有力， OK， 基本上它这一个的震动就是说它有6个档，它不是说那一种力度啦，就很像你一锤打下去那种这样，而不是，它今天的这一个力度是直接可以针对我们的这一个呢，我们的那一种 muscle 啊，我们的那种肌肉，包括你今天给你的那种呢 OK 血液循环那种经脉血液循环的，而不是今天就是说一打下去会直接中你的骨会内伤的那一种，明白吗？所以绝对不是啊 OK。 然后 Amanda 也是说 OK 好的，谢谢你啊。来，所以呢林又说刚进来什么价格啊，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来，所以我们再转过来一下，来报价多一次 OK。 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来自 Maro 姑姑
厂家的我们这个 facial gun， 简称这个按摩医疗枪。因为今天这个医疗枪，而不像以前那种，以前的那种按摩，它只是来按摩爽。但是今天这一个医疗枪，第一，它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它可以给你按摩。第二，它是直接可以舒缓你的那种肌肉酸痛，包括给你血液循环，明白吗？所以这个呢，原价你们在外面有看过那种美容院之前都会有卖过的，都要一个800多900块。今天我们呢，这个巴鲁姑姑厂家的原价199块呀、啊。今天有直播下单，有公开式分享的话，一台不需要你199，一台只需要你一个69块，直接带走整台。然后包括我们会给你们有4个不一样的头的，有4个配件全部给到你们、啊。对，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一个3叉插头的充电器。然后今天这个呢，我们会有3个颜色，有蓝色、红色还有黑色，我们都会给你们，就是说3个颜色其中一个的。所以要一台的粉丝，你直接打 A69+1； 你要2台，你就打 A69+2， 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呢，虽然给你们这个优惠价，还给你们一个6个月的保价，有半年多的地嘞。对，所以呢，今天呢，很多时候你们会讲，哎呦，我买了这个按摩器，包括之前有买过的粉丝都会担心一个情况，我不懂要怎样哎，按什么穴位哦，整个这4个头到底哪一个配件，它是按哪一个部位，你会觉得，哎呦，不懂要怎样看回这一场直播。第一，你不用担心，我们呢，你可以直接去那个 YouTube 那边 subscribe 我们 Online Gaggy Mall 的那个。然后过后你直接去那个 YouTube 那边找这个我们的这个马路姑姑的 facial gun， 然后我们里面是直接有教学教你们呢这4个配件是用在什么地方，包括是怎样去用的，明白吗？全部都是有教学的。来，所以我们的Lin Jennis 也是 A69+1 啊，可以啊，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啊， OK。 然后呢，来，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银行户口号码，来给大家截图一下子啊 ，OK。各位朋友啊，刚刚你已经有下单了的呢，记得我们的银行户口只有一个 ，Public Bank Sajis Lavi Sanjavahat 3215927906啊 ，OK。那么你们刚刚有下单的朋友哦，如果你们是住在 KL 格峰附近的，你们要过来店面面交，不用给邮费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用 Waze Search Online Gaggy Mall， 就会带你来到了。我们是在呢，后面那一排店而已。对，我们在家家肉骨茶后面而已啊。OK， 所以如果是说还有我们的 William New 也是还没有公开是分享哎。OK， 来，所以呢，应该是很多粉丝你们不知道要讲分享 对吗？来，我们现在教大家一次怎样公开是分享先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粉丝呢都没有公开是分享。等下这样子的话，你就拿原价199哎，不值得嘞，只需要分享哎。OK， 所以呢，这一场是我们的这个直播，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像我们的这个 Steven 啊、William 啊，还有我们的 Lim Janice 的话 ，OK， 很简单，你现在直接这个直播 share， 然后你要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呢这边呢，我们都会要关到给自己看啊、朋友看啊，所以你直接把它改为这个 OK， 有一个地球的，就是说今天给全部人看公开式的，然后你再 po 出去就可以了，你再 po 出去一次就可以了，明白吗？这样子的话，你再进回来打一个3号，你就看到你名字上面出现一个share，然后呢，这样子你就拿到这个优惠价，明白吗？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公开式分享的话，我们的或者呢，今天你没有公开式的话，那个系统抓不到你的分享，这样子你就要拿原价199块的，明不明白 ？OK。然后呢 ，Ben Chong 也是说 Good afternoon， Hello Ben Chong， Good afternoon， afternoon， How are you？ OK， 来，所以呢 ，OK， 这边还有我们的粉丝，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或者你们是刚刚进来的粉丝，如果是有刚刚进来的粉丝的话，你都可以直接打上来一个1号，可以直接打上来一个1号啊。因为今天就是说，你们会问，哎，这个到底是怎样去用的？或者是说，你今天不知道它是要怎样用的话，你都可以直接打上来一个1号，我们呢会再讲解多一次。因为今天它这一个呢，我们就是说简称它是医疗枪，而跟之前以前那一种呢按摩是不一样。因为很多时候你今天包括你今天在家里，或者迟一点的要过新年了，或者没有的回去你们的 hometown 啊老家，然后爸爸妈妈，然后又在那边，你又想到，哎呦，不懂要买什么给他，又没有的回去，因为今天为什么你也担心，等一下回到去又怕等一下
或者会带到病情啊，还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现在你们都可以直接买一台送给你的父母，有一个孝心买送给他们，因为有时候他们真的是有那种啊腰骨酸痛啊这些啊，老人家通常一定会有的，所以你们都可以买一台送给你自己的父母，寄回去给他，明白吗？ OK， 所以呢他这个呢就是说还有可以呢就是做医疗。怎样说做医疗呢？尤其是说今天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说他有做那种就是说有跌倒啊，然后包括他的脚啊，每次啊要去做就是说要走动多一点啊，要给他的那一个脚啊给他有运动，给他血液循环，你也是可以直接用这个医疗枪，可以直接用这个医疗枪，然后直接呢每一天帮你自己的脚来按摩一个5分钟，明白吗？而且这一个呢就是说你连单手自己拿都可以，而不会说很重啊，重到你自己拿不起的那种。因为包括你今天买那去给人家按摩一次70-80块，70-80块你按的时候未必按到你要的穴位，而且最重要今天你按一次70-80块，你倒不如自己买一台，每一天在家里自己按，好过你今天用一次70-80块按一次而已，明白吗？看不看到，就是这么简单。可以操作啊，没问题啊。对，然后我看一看啊，然后我们的Vincent 也是 69+1 可以啊 ，OK， 然后还有我们的 Steven 也是分享了，谢谢你啊，来 Vincent 也是分享，来看到你的分享了，来谢谢你啊 ，OK， 然后还有我们的 Tony 大一号啊，来一万欧也是要 69+1 可以啊，这样可以了，对，可以，搬来，聪明啊。来，可以明天面交吗 ？Steven 要可以，没有问题啊。明天如果是要面交也是可以啊。OK， 这位打广告啊，喂，光头哥有什么东西要讲一下啊？哎呀，你站过来呀！啊，嗨，这个 OK， 我安排上直播啊。哇，鸳鸯的啊！哇，鸳鸯的啊！没有，你的鸳鸯大不大的？你直接打广告一下子啊！你看到吗？新产品耶！自动会漏油的哈、啊。我很美耶。旁边放漏不会掉出来的、啊。哇！这个三个穴位还有球，哇！哎呦，有2个button的哦。哦。分开哟。哎呀，真香槟。这个啊。哇，这个很红的哦，在外国。送啊。哇，送啊，这个哪里送的嘞？对，送我。给你们放那个火锅料，省位置。漂亮嘞、啊。这个很美啊，这个我跟你讲了，不是，这个是网红都在用着的，吃火锅的，你知道没有？所以这个要多少钱？40至少。什么啊？那天我问你有价格咯，59啊。啊，59.9，我给他讲最便宜了。哇，我跟你讲，所以哦，你们要留守，你知道吗？留守 online gaki， 你知道没有？老邱嘞。哇。秋秋，哈哈哈哈哈！够力哦，看到没有？放火轮，原来是阴阳的。那所以你们留守，你知道吗？所以留守我们 online kaki 吗？看到吗？啊，阴阳呢？我是刚才有听到讲是第三代啊，哎，这个是第四代的啊。这最新的，我有看到网红都在用这的。OK， 来我们转回过来了啊。所以我们的原唱说，西马邮费多少？西马邮费今天无论你是买一台、两台、三台都好，都只是需要给一个10块钱的邮费。因为如果是说今天你今天有 budget 多一点，就是说你可以买两台。因为今天你外面去买绝对没有这个价格，因为通常你们如果是外面所谓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都要一个99块。但是今天我们给到你的是不是只是可以来按摩，还可以做医疗，还可以直接帮助你呢身体健康的东西来的。所以今天吃一餐饭都没有聊了 ，OK， 只需要一个69块。今天如果是说你买两台，第一你可以给你的老公、给你的孩子或者父母，今天都可以买一台，或者包括你今天要送给朋友都没有问题。因为今天这个大家如果你在外面看都要一个200-300块一台，而且这个你可以看我们的很漂亮的，每一台都有那个马肉姑姑的这个名字的。所以不是那种给你那种啊 cheap cheap 的那种巴利亚的产品来的，所以你们绝对可以放心，明白吗？今天无论你，因为之前我们有粉丝就说，哎呦，他买了一台，他是新的粉丝，然后过后他买了一台过后觉得很好用，他第二次想要再买的时候，够力啊，他讲又要再给多一次邮费，明白吗？所以你们都可以考虑一下，你们是要
两台还是三台，这样子会比较划算，会比较划算啊 ，OK？ 来，所以呢，还有102位粉丝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们保留剩下最后的1分钟，我们保留剩下最后的一分钟而已啊 ，OK？ 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都可以打上来。然后如果是说你们想要再知道价格的，你们都可以打一个八号，可以直接打一个八号啊 ，OK？ 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这边呢，四个配件呢，我们都会有给你们的整一套。配件还有一个充电器。对，记得它这一个呢，我们是直接充电一次 ，OK？ 第一次的话5个小时，然后第二次的话你直接充电3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包括今天你记得它这一个呢，就是说你开一个档的话，差不多45分钟。然后如果是说你开到一个六档，开到一个六档的话，它可以直接 OK 用到一个 OK 15分钟，15分钟的话它就会自动停。因为基本上如果是说你只是打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两个地方了，我跟你说，一个地方一个5分钟就已经很足够了的。因为今天它的这一个力度，它不会说它会打散或者是直接呢 OK 用到你的这个身体然后会有什么损伤，它不会，它是直接可以呢打到到你的这一种啊经脉，包括这一种肌肉那种 muscle 的地方呢，它是直接跟你舒缓回去，直接可以把你舒缓回去。所以包括你今天腰骨酸痛啊这些这样子的情况，你都可以自己这样子按摩，看到吗？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 ，OK。来，所以我刚才已经回答你啊，邮费是10块钱西马 ，OK， 已经回答了两次了啊 ，OK， 好不好？来，看不看到？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今天你不是一定要靠别人呢才可以自己按摩到的，包括你今天要做提臀啊这些啊，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医疗枪啊，提臀的东西嘞。提臀你就要教我啦。哈哈哈。OK 姐不是很麻烦的。你需要吗？我很需要啊。你快点教我啦，表妹。提臀的东西呢，你可以用这个平头，平头这个呢，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因为这个平头呢，你可以直接将你的那一种呢。你的屁股啊，你的屁股破出来了，或者是怼下来了，都可以用这个提上来。因为我跟你讲哦，今天提很简单，你往下面这样子推咯，往下面这样子推啊，这样子推上去。所以这一个这样子的话呢，它也是有帮助提臀的。因为今天如果是说你们去给人家按摩去推那个屁股啊，很像虎牙妹之前这样去给人家推一次，你要搞钱嘛，2000多块。所以不要开玩笑啊，今天你可以直接买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医疗枪，可以直接自己去推，每一天推一个5分钟啊，推到上去就可以了，明白吗 ？OK， 来，所以呢，银券也是要 A69+1， 可以没有问题啊，马上跟你做个记录啊 ，OK， 来，所以呢，76位分支，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差不多了，我们要公布了，我们要公布了，我已经写上大款了。我已经丢人汗了，别拿来拿 ，OK， 来，所以呢，我们呢，还有我们要倒数一个10秒了，颜色可以选吗？颜色我们是随机发，对，随机发。因为呢，之前呢，我们呢。他死了太多那个粉丝，之前是有的选颜色的，但是因为货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呢颜色就随机了，因为不别人想玩那个颜色，所以等一下哦，每一个选颜色的，哎呦，等一下颜色不够我们就不懂要怎样办，明白吗 ？OK， 所以我们颜色是随机发，基本上它一样的功能来的，每一个颜色都这么漂亮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可以放心啊。来，所以呢粉丝们，小编来跟我倒数10秒。小编，你在不在呀？小编要下雨了，落水了。来，所以我们的林用也是 A69+1 啊 ，OK， 来，所以记得要公开式分享哦。对，记得公开分享啊，有下单的朋友。对，有下单的粉丝们记得要公开式分享啊。啊，把我热，看我已经是刘海都不见了，热到我。刘海都不见。我在，呼一口，太热了，很大汗的。来，所以呢，没有什么问题哦。点解我开唔到波嘅？因为你冇开咯。唔系喎，明明头先冇删我噶喎。你自己我都落咯。
因为佢有计噶嘛，三秒有计关油啊。来，所以呢，所以呢，61位粉丝们呢 ，OK， 所以呢，欢迎你们来到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网上直播购物平台 Online Gamo 这里 ，OK。所以我是今天主播表妹，还有我们的乌龟姐，我们的泰哥，这么也叫到我乌龟姐 ，OK 姐。你不要让我笑你吗？我已经头痛。乌龟姐，我很多名友啊。OK， 来，所以呢，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就差不多了。OK， 来，所以呢，也谢谢你们呐、啊。来，所以呢，各位粉丝们，然后记得留守我们 Online Gamo， 因为呢，我们的新产品阴阳的即将要。哇，还有东西送嘞！所以你们，所以跟你们讲，不是，所以跟你们讲，这样东西是再三要强调先，不要乱乱买，不要乱乱买，因为有一些哦，你乱乱买哦，它的价格又贵哦，然后又不是最硬的，又不是网红最新款的那个，最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又没有东西送。啊，你看我们送都送到比较class一点的 ，OK， 所以你们留守我们 Online Gamo 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拜拜了，拜拜，拜，再见啊。